主持人马松，那我们既然他期待了这么久，就让我们有请到我们最帅气的韩哥。哇，今天人真多，真的，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哥。其实呢，这一次呢，也是隔离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发行这张全新的唱片，大家都很想知道。但是我相信歌迷朋友们已经很了解了，为什么这张唱片要叫韩庚，但不是你的名字，而叫寒冷的寒。其实我的名字，我自己的韩庚里面也有这个含义，韩庚，那就是极光，黎明即将到来的一个对极夜之光，是的，我冲破黑暗的那个想法。没错，所以其实这张唱片，其实我有碰到这张唱片，就是其实没有唱太多关于爱情啊，对这方面的歌，但是唱了很多关于你自己的生活，关于励志，关于梦想，关于大爱的。所以更多的还是写我的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东西，我的心情啊，还有写我自己的一些态度在里。其实呢，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有哪位歌迷敢站在韩庚旁边，然后唱他新专辑歌曲的？站在你身边，你身边，你身边，就算是街头的人，我还是会在你身边，你身边，读着你最期待的永远。谢谢。来唱唱狂草好不好？敢不敢挑战一下？就是你看我唱歌真唱不了，但是心都抖得太厉害。那你上来唱一个比较颤音比较多的歌。小丑面具。小马超，这不是一只老虎。是试试看吧，一会儿有奖品啊。如果不唱的话，我就只能蹦下去了。别为难啊，别唱了。你替我唱一个吧，狂草。没了，这两个。那我至少比你强，我还敢吼两声出来，我还会狂笑吗？那这样，你唱一句，然后完成这个任务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别紧张。你走调没关系，有我们的电子不怕。我带你唱，带他唱歌，好吧？行，大哥带你唱吧，好吧？你替我唱。到底我活了什么？在这一路上不懂，沉默了一生的泪，想起了狂热的梦，背叛我的爱。而且我是一紧张就忘了，一紧张就忘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掌声鼓一下两位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应该是吧，对，因为只要选烈日的七夕嘛，能跟大家一起在这个现场还能做签售，大家在这里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。当时这么多女孩送花走来，当时是啥样的？还挺紧张的。很紧张。对啊，很紧张的。今天七夕档怎么过，又过完这一天？还有工作，我估计今天会工作的很晚。那怎么陪我？我是陪我妈。对。其实我这人不是很浪漫，对，也不会太去做一些浪漫的事情，对，嗯。以前的话也没有，其实更多也没有说经常在一起了，嗯，还是自己过多。今天看到那个刘谦的微博，他说到两个人就是有一次喝酒，然后那件事情。我知道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就还有我也在发了一条微博，我说打平了。跟他的认识应该就是从大武山开始，对，那跟他再一次深度合作呢，就是在演唱会里嘛。那演唱会呢，每次开会都是非开到很晚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又约在一起，又去喝了一次。真的是因为喝多了才把他请来的？
哎，也不是开玩笑了，就之前我们已经就是说计划很多次，说要去一起合作演唱会的事情。那正好他来到北京呢，那请他一起吃饭，那大家一起聊得也很开心，那聊了很多一些点，就聊得很开心，所以就一起喝了点酒。我跟大 S 也很投缘，对，那我跟小宋哥也很投缘，跟吴尊也很投缘，对。他们忙啊，他们在忙自己的事情。